二，不行不行，太傻了太傻了。二一，外景部分呢，还有一拍就结束了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拉一下，不用担心啊。穿了秋裤了，就是今天这个鞋有点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。给大家看看我的鞋底。一点痕儿都没有，我就说我怎么这么滑，我就说。